7000多个平方公里，是有113个村子，村子上的每个活动室的应急广播、村镇响，有8000多户将近8000多户亿万多户的老百姓的服务通，为了看电视那种锅盖那些，有个有线机，目无线覆盖的。只要我一个人，这些工作，就随时随到嘛，他们只要打电话我就上门服务，反正不管是凌晨和通宵，我把整晚的在这返回去，有第二天又要到另外一个村子上去。 我叫李平，是雅江县广电管家。这是4000米样子，这就是红龙镇的牧民定居，这些房子都是国家给他们修的，不是？有牧民就一直做帐篷、放牛，这些就是他们的房子，而且定居就定在这里。该上哪去？ 你们电视锅盖看不到，说实在吧。今天我们到了嘛，去打工，然后那个，这个是挂蒸汽，这次非常感谢。 这样的话，我们在家里就能看得到世界各地的新闻啊，各种各样的就是变化。我在这里是非常感谢。挂蒸汽，挂蒸汽。像我们这边牧民啊、农村啊，有挨着乡政府那边那些通网了嘛，因为脱贫攻坚必须要通网，咱就没得网的地方就必须要用锅盖服务通，电视必须屏蔽。干这个广电上是从2017年开始过来的。 再就是2017年，118、119年、2020年这几年脱贫的村子是必须我们自己去跑，有贫困户，有非贫困户，家家都必须要通电视。那时候是90%，现在已经达到97%了。医院需求他们就办的事，老底下就喜欢看新闻，再就是康巴卫视啊这些，他们因为通藏语那些嘛，他们就安到医院那些，他们就听得来。 这个是我机房，周县节目跟应急广播的。周县节目覆盖了40个站点，5000头机顶户。这个是我们的应急广播，全部都覆盖完了的。但是这锅盖是咋个斗的，我不晓得。再就后头慢慢就问他们咋个整的，必须要把它干好，因为而且毕竟是我一个人，这就慢慢学。 那边跨放的就过了，他们这跨放这还好点，最危险的在上面，路也只有路线。哦，基本上。 像脱贫攻坚完了的，现在东西要基本上好点。刚刚脱贫攻坚开始的时候，村子上些农民修的时候比这个烂，基本上都是常态，路也窄，弯道也多，而且下面就是鸭绿江。我看哈，有限制性。锅盖，来了，锅盖来了。这种新机这个发的，中央舞台、中央看露台看的那个，村村它只有看中央一台、中央二台那些，它只有20多个台，服务通有50多个台。
我们喜欢看那个康巴维斯啊，那些中亚一条那些，唱的那个藏歌那些，跳舞那些。嗯嗯，不怕不怕，嗯，好的，谢谢哦。 还是你们，就是看不到那些大家。哦，好的，再慢慢去。好的哦。嗯。下雨了，村上去，因为有点远嘛，路程有点远嘛，我们就到乡上或者是村上吃不到饭，我们就在半路中间就因为一两点钟、两三点钟了嘛，就吃了一上去。乡到县城到我们最远的乡镇是单边开车就要7个小时呢。 现在如何的？往前路，哪里是要走7个小时，将近8个小时？因为毕竟我现在做了几年了，我也喜欢这个行业。反正是对老百姓些有啥子的东西，开的店是他们也高兴。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点这种成就感。我觉得反正肯定不得放弃。嗯。